穿着可爱春丽丸子头，一身紧身旗袍，大秀修长美腿，艺人张阿雅为了庆祝新春，火辣辣热舞，性感大喷发。女友摆臀，下一秒和艺人君的合体，在庙宇前联手跳起嘻哈新年舞，这还不够。来到夜晚，张阿雅 Juno 变身僵尸，将中国有嘻哈女歌手 Baba 我的新衣结合天王周董的本草纲目，两大夯曲混搭，互相尬舞。场景舞蹈服装进行拍摄，获得一片好评。俊诺帅气秀舞技，搭配张阿雅吸睛辣腿好身材来拜年，成功攻占新年版面。三立新闻徐富佳、熊俊特报道。